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同修。今天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图书馆，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同门没有位置坐哈，我们图书馆已经有安装了那个大电视，可以在现场看直播。那如果说你们没有位置的，或者你们觉得很挤，坐得不舒服，你们可以去图书馆餐厅那边看直播同修，同修完然后灌顶前才来这边师尊加持就可以了。好，如果你们觉得有像有坐地上的师姐啊，你们觉得坐得不舒服啊，或是在那个办公室还有佛具部的师兄姐们，你们没有位置坐，都可以去图书馆那边有同修的直播，可以在那边同修也是可以的。好，谢谢大家。Thank you.
Oh,
Hello， 麦克风请大声一点。宗西雅图雷藏寺同修莲华生大士本尊法，恭迎真佛宗创办人无上法王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众人虔诚合掌，唱诵莲花童子心咒。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啊 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受。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生法王座。请师母莲香上师上座，请长老仁波切作为上师上座，请教授师法师上座，请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介绍贵宾，今晚的贵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廖东洲大使及夫人朱迪师姐。欢迎真佛波业藏执行长周慧芳律师。欢迎真佛宗法律顾问马来西亚罗日良及黄月琴律师。欢迎台湾雷藏寺公关主任王资祖师兄。特别嘉宾德国阿赤丽师姐。英国中医师张允契师姐。香港华光功德会会长李彩芬师姐。台湾高雄大义雷藏寺廖丽莹师姐，
木雕艺术家简正兴及千金。我们也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刘康成。师尊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林泰刚。师尊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日美。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金海同修会莲花敦汉，和我师姐莲花秀莹。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丽彤。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进修堂的美玉。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基林长基堂的黄美芳师姐。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澳洲的莲花义泉，我很久没来西雅图，我很想念师尊，谢谢。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三藩市的莲花义超。师尊好，师母好，上师好，法师好，大家好，我是张敬文，莲花张敬文，我是阿姆斯特丹真音堂。欢迎。师尊师母好，上师法师大家好，我是廖仁谦，莲花仁谦，来自荷兰金音堂。欢迎。感谢师尊，感谢师尊。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丽云，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三亚岛，谢谢师尊师母。欢迎。师尊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昭清，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感恩师尊的加持，给弟子再一次的来到西雅图见师尊，感恩。欢迎。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文生，还有我的师姐智慧。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各位上师法师大家好，我是莲花严父，来自马来西亚居林长居堂。这一次我们有八位同门一起来，也是第一次来西雅图朝圣，感恩师尊加持，西雅图朝圣之旅一切顺利吉祥，也祈求师尊加持更多的长居堂同门都能够来到西雅图朝圣，谢谢师尊。师尊好，我是莲花美艳。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来自马来西亚，基林堂基堂，莲花西宝。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玲玲，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感恩师尊。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基林堂基堂，我是莲花若梅。欢迎。顶礼根本上师圣真莲生佛，弟子莲花顺法，来自新加坡，第一次到祖庙，祈请根本上师博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莲花黄美珍。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莲贤，第一次来新加坡，第一次来西雅图，谢谢。谢谢师尊。师尊好，师母好，我是素华，我今天第一次到西雅图雷藏寺观礼，愿师尊常住
愿师尊健康。还有啊，东边还有啊。师尊师母好，弟子是连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美国西雅图，拜见师尊，感恩师尊，阿弥陀佛，欢迎。Good evening, 师尊师母Vajra Master Liên Hương. Con tên là My Lan. Con là người Việt Nam. Thank you for everybody. Sư Chuan, Sư Mũ, Sàng Sư Master, Phà Sư, everybody on the monks and nuns, all the Đại Công Đức.To all the primary supplicant and merit holders, all the dona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from Asia, welcome to Seattle. Chúc mừng năm mới. Vạn sự như ý. True Buddha School Vietnam would like to dedicate all the merits to His Holiness Living Buddha Lien Shan and Vajra Master Sư Mụ Liên Hương. True Buddha School number one. Thank you.师尊好，师母好，我们是第一次过来的，从马来西亚。我是莲花田启光。我是莲花田千婷。哇，好甜哦。师尊师母好，我是莲花逸贤。我是第一次来的。好，你多来，欢迎你常来。好，请问。师尊师母好，我是第一次来西雅图，来自台北莲花玉姐，好，欢迎。师尊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十方同修会莲花凤梅，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如家，欢迎师尊。一心顶礼，师尊师母好，上师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莲花淑女，感恩师尊加持，让我顺利的来到西雅图跟师尊同修，谢谢师尊，感恩您，欢迎。还有吗？好，那就湖边。他们从后面开始。好，从佛具部开始。喂喂喂，师尊师母好，我是莲花明慧，来自西班牙的明照同修会，感恩师尊加持，阿弥陀佛，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西班牙的明照同修会，感谢莲花一信，欢迎。紧张了。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梅莲啊。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祖庙啊，参加春季大法会，感恩师尊及诸佛菩萨的大加持，谢谢师尊。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顺其，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欢迎。阿弥陀佛，师尊师母大家好，我是莲花彭热苏，从来悉尼演唱当的雷章师，谢谢，感恩师尊。欢迎。顶礼师尊，师尊师母好，各位上师好，我是林绿桃，我是来自新加坡，我是代表新加坡华光功德会向师尊师母问好，以及各位上师问好。
还有也代表后面很多同门没有办法挤进来，所以他们要向师尊问好。欢迎欢迎。师尊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槟城从悉尼来的，谢谢。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香港的莲花智涛。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香港的莲花秀芬。欢迎。佛具部还有吗？师尊师母，佛安吉祥。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口安乐同修会，我是莲花玉婉，谢谢师尊的加持，欢迎。顶礼根本上师，顶礼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圆观堂莲花小凤讲师，感谢师尊加持，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各位长老、各位上师、各位法师、教授师、讲师、法师、讲师、助教，各位同门大家好，我来自马来西亚圆观堂莲花学普，欢迎。丁力师尊，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此，来自西雅图，来到此，谢谢，我是莲花燕妹，来自马来西亚，感恩师尊的加持，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莲花秀清，感恩师尊加持，让我能来这边面见师尊，感恩，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莲花杨雅寿，我是第一次来的，我们四位新加坡的都是刚刚新皈依的，感谢师尊天天的加持，也祝愿师尊长寿自在，永转法轮，佛体安康，谢谢，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莲花佳音，感谢师尊让我有这个福德来到这里，谢谢师尊，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听没听？对不起啊，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西雅图朝圣，非常感激我能有这个机会跟师尊相见，也是我第一次朝圣见每个同门，非常感激感恩，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净佛堂莲花龙君，我难得第一次可以来这里同修，谢谢师尊加持，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净佛堂的莲花小云，第一次来参加师尊的法会，同修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来自新加坡，我是林子莹，很感恩师尊加持，我这一次能够很顺利的来到西雅图朝见师尊，参加这一次的新春法会，非常感恩，祝愿师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一切吉祥，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莲花碧芳，我来自英国，感恩师尊加持。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莲花灿华，谢谢大家，欢迎。感恩师尊。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香港的香港，真是师尊师母好，欢迎。
师尊好，师母好，上师法师各位好，就是我们我是来自香港的姚彩华，我们今次就得到师尊的加持，可以全家人一起来，我的大女儿，我个大儿子、小儿子，就一起来，拜师尊师母，就是很感激师尊师母，就是师尊，我们很爱师尊跟师母，谢谢大家。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博业雷张氏，叫莲花为圣。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口安乐同修会莲花建国，第一次来到美国西雅图，很冷哦。谢谢。欢迎。师尊师母好啊，上师法师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圣美兰马口安乐同修的莲花莉莉，感恩师尊加持，让我有机会来到美国西雅图，我太喜欢这边了，感恩。好，欢迎常来。师尊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圣美兰州马口安乐同修会莲花师宁，很感恩师尊加持可以来到西雅图，真的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西雅图跟师尊一起同修，感恩。欢迎。师尊师母好，我是来自新美兰州的马口安乐同修会，感恩师尊的加持。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莲花陈朝义，师姐郭素莲，谢谢。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小林，这一次是我第二次来到西雅图，之前是17年前，感恩师尊的加持，让我能够再次的第二次来到西雅图朝圣，谢谢。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莲花木凤，我是第一次来到西雅图，非常非常的高兴。欢迎。一心顶礼根本传承上师，师尊，师尊好，师母好，各位上师法师大家晚上好，弟子莲花为名，莲花树林，来自新加坡，感恩师尊加持，让弟子们能够来到西雅图祖庙与师尊一起同修真佛密法，弟子虔诚一心祈愿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佛，佛体安康，身心喜乐，长寿自在，弟子也祈请师尊永驻世间，永转法轮，广度众生，谢谢师尊。欢迎你们。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雪梨莲花慧玲。欢迎。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雪梨的莲花慧龙。欢迎。好，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感谢师尊的加持，才有办法来西雅图。过海关的时候一直念师尊的心咒，谢谢。谢谢师尊。好，欢迎。师尊好，师母好，上师各位上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中观堂，因为觉得还可以走路，所以快点来，快快来看师尊，看到师尊心里非常的高兴，也不知道要怎么说话。好，谢谢。好，欢迎。
阿弥陀佛，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妙里雷藏寺莲花小乡，很高兴，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我和我女儿一起来朝圣，谢谢师尊加持，欢迎。顶礼根本传承三世新尊连生活佛，顶礼师母，大家好，祈愿师佛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西真，红转法轮，一切吉祥如意圆满。我是来自荷兰真言堂的莲花立场，阿弥陀佛，感恩师尊一切，欢迎。师尊好，师母好，各位长老、仁波切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各位同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法洲堂莲花英英。这次由莲影上师带领我，还有我们的梦琪助教以及三位同门，他们坐在佛具部里面，分别是莲花朝跟莲花秋芳，还有莲丽，简称之师姐，一起前来美国西雅图朝圣。谢谢师尊加持，我们这次入境都很顺利，谢谢师尊，欢迎你们。还有吗？哦。师尊好，师母好，非常感恩师尊，我让我一家五口可以顺顺利利来到这里，第一次来参加师尊的法会，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林志玲，感恩师尊，欢迎。还有要介绍吗？自我介绍的吗？好，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呢真的是听到大家呢介绍及表达对师尊的心意啊，听了也非常的感动啊。还有呢，就是也我们也以热烈的掌声呢欢迎长老仁波切、世界各地众上师、教授师、法师、贵宾朋友们、善信大德前来参加同修。同修莲华生大士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师尊与诸佛菩萨注定放光加持，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 ，Om Guru Nian Sheng Si Di Ho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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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an Sheng Si Di Hom。做数量观。观想行者自身的左手边有父亲及父系亲人，行者自身的右手边有母亲及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亲朋好友，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精行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 ：Om Shuli Shuli Maha Shuli Shuli Soha。Om Shudoli Shudoli Shumoli Shumoli Soha。Om Vajna Dang He He Hum。南无三曼陀摩诃萨。Om Dodo Dodo Devi Soha。念招请咒 ：Om Ah Hum Soha。Om Ah Hum Soha。Om Ah Hum Soha。
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圣严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严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严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祖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同修祖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同修祖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印，四平等一起受。大曼达供养，受接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宇宙。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莲华生大士，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中共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增起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嗡萨瓦达他嘎达耶达姆，古鲁那那面叉那康里里耶达密。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身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归依咒：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咕噜呗，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披甲护身，受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嗡波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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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兰遮利。念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
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婆夜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足忧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藏狮子游戏佛，报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现皆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圣佛，百亿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赵王神通烟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宿精进宝所佛，下方圣迹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诸佛，弥陀佛，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圣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四尊，即说昼夜，离婆离婆的，求诃求诃的，陀罗尼的，离诃那的，毗尼尼的，摩诃伽的，真人称的，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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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力摧折，慧路生欢喜，死者变成佛。我言此事虚，诸佛不问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佛。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持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重罪皆消灭。高王观世音经中，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利哆婆毗，阿弥利哆萨埵婆毗，阿弥利哆毗迦南帝，阿弥利哆毗迦南哆，伽弥利伽伽那，遮哆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利哆婆毗，阿弥利哆萨埵婆毗，阿弥利。
Aminita Pikananda Aminita Pikananda Kyamini Kekana Jitang Kani Soham Namo Amitabha Ye Dota Gyato Ye Dota Yata Aminita Pabhi Aminita Sutam Pabhi Aminita Pikananda Aminita Pikananda Kyamini Kekana Jitang Kani Soham。首节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持莲花童子心咒二十一遍，持咒 Om Guru Nien Sheng Si Di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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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Guru Nien Sheng生死地空 ，Om Guru Nien Sheng Si D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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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Nien Sheng Si Di Hom。首节莲华生大士金刚印，先观空，念观空咒 ：Om Sobhava Sutta Savada Ma Sobhava Suttuhang Om Sobhava Sutta Savada Ma Sobhava Suttuhang Om Sobhava Sutta Savada Ma Sobhava Suttuhang。观想一座蓝色的月轮，从铜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显现在虚空中。月轮中有一个红色种子字，色字放粉红色光。月轮中色字旋转，化为莲华生大士戴宝冠，身子是粉红色，右手持金刚杵，左腕夹着三叉杖，伏坐于莲华月轮之上，安住在对面空中，其左手托天灵盖，盖中圣宝及甘露。观想行者顶上嗡白光，喉间啊红光，心际轰蓝光，三光至同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召请悟净莲华生大士。在观想莲华生大士全身放白宝光明，白宝光明及甘露水成一弧形，照灌行者，将行者的一切罪业、病苦、魔障悉消灭，得光明大自在。观想莲华生大士在虚空中飞到自己顶上，住于顶上，然后缩小成一粒米大的光，
同时自己心轮开放成为一朵莲花。莲花心中有月轮，月轮中心有种子字 set 字，观想 set 字放粉红色光，摄照莲华生大事进入中脉，一弹指间，自己与莲华生大事融合成一，无二分别。持莲华生大事心咒108遍，先做念珠观想。持咒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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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 Om A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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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j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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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om
Hom Peta Guru Pema Siddh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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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 Peta Guru Pema Siddhi Hom Se Hom Peta Guru Pema Siddh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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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 Peta Guru Pema Siddhi Hom Se做九劫佛风有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ng Tho Ning So 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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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 Samo Ye So Ha Om Jani Zu Ni Zun Ti So Ha Om Jambana Chanang Chana Ye So Ha Om Ahom Beta Guru P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Pe Ahu Sasama Ha Dien Sheng Siddhi HomDeya Tha Om Bekhatsiya Bekhatsiya Maha Bekhatsiya Naja Samo Khyatahe Soha Namo 36万亿 119500 Tho Ming Tho Hao Ami Tho Pho Namo 36万亿 119500 Tho Ming Tho Hao Ami Tho Pho Namo 36万亿 119500 Tho Ming Tho Hao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宿佛，大悲又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悯念降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普天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定次西地，佛子齐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持咒 Om Amanoni Jun Diye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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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Om Amanoni Jun Di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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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回向一次修行之大愿，速成莲华生大觉，二者合一无分别，广度众生到佛地，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五智光明化佛身，光耀圆成体强健，大乐自在用相随，愿佛长寿住世间，与佛同在得救度，祈愿加持师母病业退散百病消，清净心安气和顺，身体健康易开怀。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坐总回向。
Om Ahom Patsa Guru Pama Siddhi Hom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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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hom Patsa Guru Pama Siddhi Hom Set敬礼莲华生大师，敬礼以喜酬感，敬礼曼达拉王，敬礼释迦德王，敬礼卡拉西帝，敬礼塔西。向莲花生大师祈请，祈请接引游民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加持仪会大众身体健康，如意吉祥，资粮具足，智慧圆满，祈请莲花生大师示意一会大众习斋增益降伏敬爱戒得圆满成就，祈请加持修行正果圆满成就。Om Ahom Patsa Guru Pama Siddhi Hom Set 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祈愿莲师加持一切圆满。Om Patsa Pama Hom， 祈请加持瘟疫退散，病毒退散，刀兵戒退散，地水火风灾难退散，一切逆缘退散，恶运退散，恶念退散，问
共念三遍百字明咒。Om Pecha Sato Samaya Marupanaya Pecha Sato Delu Padicha Chuchong Mepawa Sutto Kayu Mepawa Su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hawa Hasidi Mepurayacha Shawa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 J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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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kawan Sawa Tathagata Pecha Mami Mancha Pecha Pawa Ma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Pej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eja Sato Tirupadicha Chato Mepawa Sut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nto Mepawa Shawa Hasidi Membunaya Cha Shawa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rj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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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kawan Sawa TathagataPeja Mami Mancha Pej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Peja Sato Samaya Manupanaya Peja Sato Tenupadicha Chato Mepawa Sut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hawa Siddhi Memburaya Cha Shawa Gama Sutame Chitamu Sinirj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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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a Pankawan Sawa Tathagata Peja Mami Mancha Pej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Om Ahom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om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ng Om Bring Om Bring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进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世莲救上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请法，进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请大家再次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
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莲华生大师。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图登卡玛，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弥陀大家好。心照感恩。I said, Sharange, Hola amigo, Que quiero mucho, Sukoi, Ichiba, Kimuchi, Jumi, Yapi, Pinin Pinin, Come on, wa.那今天有人生日，是那嘛乌浪大文大米乌扎山，是那嘛的班扎乌木吉达汉多阿山。是那嘛的萨德拉塞哈森多萨，是那嘛的班扎乌木班塔阿吉亚，是那嘛乌浪达文。那刚刚法会刚刚过去，今天是算起来很多人还是没有回去，所以谢谢大家的光临。啊，刚刚在修法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在修法，那我也是在修法。那我修法的时候啊，经常被你们修法拉过去。然后我又把它拉回来，拉过去又拉回来，这个修行就是这样子。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对于环境，整个环境上不受影响的很少，但是真正的行者一定要做到。这宇宙之间呢，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这个光在闪耀着。能够做到不受环境影响，只有你的光在闪耀，你就不用闭关，你可以到娑婆世界向菩萨不可思议解脱菩萨
去救度众生。所以我们修行啊，重点在哪里？你是不是能够专一？外面环境是不同，你完全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这个人就不用闭关。所以讲大云隐于市，小云隐于山，隐居啊。为什么要隐居？就是要专一。你能够完全专一，你就可以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大云隐于市，你隐居就可以在都市里面不用上山。所以你们在修法，我也在修法，我修的法跟你们不修的法，跟修莲师的法虽然不同，但是渊源相同。所以我在学习啊，在众人修法当中，我也能够自己啊灵光独耀。灵光啊，那个光一直在放着光，一直在放着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跟大家讲的事情。刚刚那个题目是很严肃的，现在讲个笑话比较轻松。这乌龟生病了，这个蜗牛去探望，乌龟就托蜗牛去买药。过了很久，蜗牛还没有买回来，乌龟就很生气的讲：“怎么是骂人的？怎么可以讲？他妈妈的！”等他回来我就死了，这乌龟讲。这时候啊，门口突然传来一句话：你如果再骂我，我就不去了。他们就是很慢的。这个笑话可能我讲过了。有一个名人上个礼拜去印名片，我头衔上明明写的是专业顾问，结果名片这个印错了，印成专业顾问。昨天呢打电话去骂名片，印名片的太离谱了，居然少印了一口。哦，顾问里面有一个口嘛。这个印名片的拼命赔不是，说他们会重印不加钱。今天去拿名片，在门口就吐血送医，因为他印的是专业顾门口。
女儿问爸爸，爸爸，我问你哦，那天我带来的男朋友怎么样？爸爸回答，不行，根本不行。女儿讲，为什么不行呢？爸爸回答，酒品很差，信誉也差，喝多了竟然要我带我去把妹。我这一辈子最痛恨的说话不算数的人。我们进入主题啊，马来西亚莲花耀荣问的，师尊师母吉祥，祝愿师尊师母身体健康长寿，新春快乐。弟子恳请师尊慈悲开示有关师尊每年接财神的招财圣物的几个问题，是弟子发现到的。一，如果家里的财库位见空，如有落地玻璃窗，有梁煞，有角煞，是否适合放接财神的祭跑盆在那个地方？如果遇上厕所在财库位，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处理，或者选择其他的地方？他一共有三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就已经很多的了，这是风水啊。这以这个西雅图雷藏寺来讲啊，西雅图雷藏寺，我们讲西雅图雷藏寺的财库位，现在考大家哦，西雅图雷藏寺的财库位在哪里？有的指那边，有的指这边，有的指两边。我告诉你，你要看水怎么流。三秘密是一湖的水，是由北方向南方流。你有没有去看过三秘密西湖的水？是北方向南方流，是东方向西方流。那财库位绝对顺着水在流的方向，就是流到那边。这光明灯，那是什么灯？光明灯，这边的光明灯的上面那里是财库位，那个角落是财库位。这个很简单，你入门看你开门在哪里。水如果是这样子流，财库位就在那里那个角落，那里角落如果落空，再转进去那个角落，它进来以后流到那里就停止，它进来以后流到那里就停止，那边全部都是玻璃窗，那就在过去通过这个门到里面，那里面是厕所。这边有挡嘛，哈，你们看这边有没有挡？有。有挡就在挡的地方了，没有挡就流到厕所了。厕所怎么办呢？还没有到厕所以前，你用一个屏风给它挡。
造一个党给他挡，就是财库会。你看看水怎么流，它的这个气就是怎么样子走，这是风水上的问题。有梁柱啊，如果上面真的有梁，有梁在那里，那个梁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解掉那个梁，在梁的上面放一块红布啊，梁的上面放一个红布，把那个梁柱给它挡掉。遇到厕所怎么办呢？一般来讲是在厕所的前面再筑一道墙，做成财库位。其实不要以为厕所不好，我们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厕所，你每天带走那个东西，那不是厕所吗？所以我这个念珠是挂在厕所上面啊，你以为挂着念珠啊是很珍贵的，你挂念珠不可以上厕所，其实这个念珠就在厕所上面，就你身上的厕所上面。你的厕所在哪里？就是在肠子这里，每天都带着粪的，只是隔一层皮而已。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厕所的，你吃的东西啊下去啊，香的下去啊，就臭的出来，这是人的神通。吃香的放臭的，那不是神通是什么？你肚子里面本身就有厕所在那里，所以你不要怕厕所。日本人把那个会稽金刚啊就供在厕所里面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日本人把会稽金刚供在厕所，不知道有没有。你用神仙，你用母师妹，对啊，会稽金刚是供在厕所的，所以不用怕。眼不见为净，眼睛没有看到的就是清净的。好，他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把每年的聚宝盆一起摆放在财库位，会不会使财库位的磁场混乱，需要把过去的聚宝盆移到别处吗？你把虎年的老虎跟兔子放一起，跟兔年的放一起，兔子不是被老虎吃了吗？所以我们是这样子，你摆在别地方当纪念品都可以嘛，那个那么小的那个聚宝盆难道一定要摆在一起吗？你干脆把十二生肖的通通都摆一起就好了，都通通不用换嘛，这有什么问题？哎，这个也是问题，真的是气死我了。第三个，有同门把聚宝瓶请回去放在自己卧室，请问这会不会对财神不敬？毕竟是我们睡觉的地方，而且有伴侣时可能会有行房事，那会不会不好？
哎，这真的是很头大。你以为行房事是脏的吗？你在做脏的事情吗？我告诉你，你在做清净的事情，你懂不懂？你知道密教有很在印度很多密教行者，他是裸体的，不是外道，不是裸行外道，也有密教胆特拉啊，密教胆特拉的修行是裸体的，那是很神圣的事情。你以为行房，哇，那是很得体的事情 ？No， 搞错了，你是不懂得规矩。人家懂得规矩的，行房会懂得结界。那种结界啊，包括很简单讲，男女在一起。先观想莲花，床是一个莲花，我只讲一遍哦。床化为莲花，你们两个躺在床上，莲花的中间，然后莲花再把它包起来，就合起来，观想莲花合起来变成莲包，鬼神都不见，这就已经结界了。因为男的要观想本尊，女的也要观想本尊。密轮一个是莲花，一个是金刚杵，要做这三种观想，这个就是结界，那是很神圣的事情。不要把那个讲看成得地。你如果看成得底的话，每个地方都有神，这地下有地基主，虚空有巡逻的神，你逃到哪里去，你都是脏的。我告诉你哦，我的床头上是十人金刚，我的床旁边是瑶池金母跟虎头金刚，我睡觉都是有结界的。先把整个南山雅舍的大这个伞盖从虚空中下来，包住整个南山雅舍。我还有床的小结界，我有两个结界。第一个南山雅舍的整个伞盖盖下来，把南山雅舍全部盖住，它的范围全部盖住。第二个把自己的床全部盖住，那这样子你行房事会不会对财神不敬啊？会不会？不只有财神啊，还有地基主啊，还有床神啊，床也有神啊，啊，床也有神啊。你晚上小孩子常常哭，你拜床母他就会好。所以聚宝盆回去放在自己卧室，因为现在啊，目前来讲很多单身汉，他只有一个房间，他不要摆哪里啊？他当然房间进来水流的方向一个角落摆在那里。每天晚上睡觉，你把床结界，你就可以睡觉了。
你要行房也可以啊，刚刚我讲的那个结界，三种结界你记住了就是清净。那这是回答这马来西亚莲花药龙的问题。这样听清楚没有？这是懂得华语的笑话，懂英文的没有这个笑话。胃只能装几道菜？答案是九道菜，因为胃呢十道就逆流。一个校长呢对所有的同门同学啦，对所有的同学讲话训话。去年高一的同学抱怨，都是高一的学生在扫厕所，不公平。为了公平起见，今年改为高二扫厕所，明年是高三扫厕所。这个校长糊涂。去年是高一扫厕所，说今年就要换高二扫厕所，那明年就高三扫厕所。一般人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子，有车子，有钱，有权力，就是幸福。但幸福其实是无。什么无呢？没有忧虑，不会有病痛，也无病痛，也没有灾难，也是幸福。有一般来讲都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你自己的。这是有哲学道理的。病人问医生，医生啊，有什么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医生讲，这种病啊要慢慢的治。病人讲，难道没有最快速的方法吗？医生说，有啊，这个盒子里面装有特殊的物品，你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病人问，是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呀？盒子里面是什么？医生回答，图钉。好，我们讲维摩诘经哈。行身心持，无杂行故。我们晓得什么叫做执心吗？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执心吗？执心是道场。一个人的想法不用歪歪曲曲的，直接的修行下去就是直。
那么直呢，最终的点就是身心。师尊别无长处，我没有什么特长，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长，唯一的特长就是毅力十足。300本书就是这样子写出来的，每天写啊，一天不写都不行。法呢，每天修啊，一天没有修就不行。这个就是毅力，你能够这样子做下去，执着就到了，没有杂心，没有杂心，没有其他干扰你的东西，就是没有杂心，你能够达到身心持，你对众生的布施没有停止过，没有懈怠过，就是身心持。行无这个言一个框叫做什么？框，对，无狂持。什么叫无狂？你没有欺骗众生，就是无狂持。好像我好像是说讲一个假的东西给你们，那就是骗人的。所以有时候啊，人家祝你长寿健康啊，其实这个都是赞美的词句，当然是可以讲啊，事实不是如此，长寿就不会健康。你年纪越来越大，哪能不病啊？年纪越大，越容易得到病啊。我们像在台湾啊，你90几岁，你过往，我们不称为白事，我们也称为红事，有没有这回事啊？对呀，90几岁走了，那是长寿啊，那应该是红事，应该欢喜的。所以称为红事，只要90岁以上就称为红事了，该走的就让他走，不该走的留下来也没有用处，他不能做事了嘛，90几岁大部分来讲都是不能做事啊，浪费这个粮食，变成了蛀米虫，而且他活得也很辛苦，他活得也很辛苦，不是哪里有病就是那里有病，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里有病，所以该走的时候就应该要走，就是有生必有死嘛，佛陀讲的无常，有盛必有衰嘛，这个是无常嘛，有强壮的时候，但是你一定会有衰弱的时候。所以真正的菩萨
是行无狂痴，那不虚假，讲的话都是很真实的。行安乐持，令得佛乐故。真正的安乐是佛真正的快乐，那一种快乐是可以这样子讲，华而本然，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本来就是这样子，那是活的乐。活的快乐就是任应自在，那你真正修正了，你一直处在一个华而本然的，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得也可以，失也可以，也没有得失，无得无失，任应，什么都好。所以我写来一个，这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完美的安排，不要紧，无所谓，也无所得。那个时候才是叫做任应自在，没有烦恼，没有执着。你如果有执着，就一定有烦恼。所以我常常想，其实什么都没有的，真正的慈悲，菩萨真正的慈悲是要告诉你空的义理，空的义理。维摩诘经会跟你讲，连这个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你因为是无所得，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乐。你以为无上正等正觉是真实的吗？维摩诘经会告诉你，因为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只是一个名词，心经里面讲的最重要一句话，无所得才是真正的德。那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任应自在。这是谁都想不到的，维摩诘经讲得很清楚哦。所谓菩萨看众生啊，这个菩萨的慈就是这样子。什么是活乐？因为是无所得，没有烦恼，没有执着，那一种快乐。
是人家想不到的。这个时候啊，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几点？十点。嗯，今天我跟大家讲无所得，还没有，这个明天再讲吧。我跟大家讲无所得哦，这是很，我跟大家讲，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娑婆世界的人玩弄文字搞出来的东西啊。真正你修正了，你知道了，你什么都不能够得到。你能够真正实施，你根本什么都不会得到的时候啊，你就泰然自如，华而本然，没有烦恼啊。你烦恼什么？没有执着啊，因为执着也没有用啊，因为没有人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你如果没有烦恼，没有执着，你就是最佛的。真正的快乐就是在这里。每天你很轻松的，很轻松过日子。我们做的就是布施的工作。善事可以增长，恶念不可以有，不好的念头不能够有，因为那是业，你永远出不了你这个梦幻之境。我们本来就在梦幻之中啊，你出不了的，因为你因果在其中，因果在里面，你出不了。你造了什么业，你照样要还那个业。所以释迦牟尼人生到底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只讲了两个字：酬业。你活在娑婆世界做什么？酬业，是在应酬你的业报。所以无所得心经里面的最后，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如果你还有执着，还有烦恼，你根本得不到快乐，根本得不到快乐的，连一般的快乐你都没有，一下子的快乐就翻转就变成痛苦。你继续造业就继续痛苦。你要得到真正的快乐，就是没有烦恼，没有执着，就是活乐，活的快乐，华而本然。所以我现在啊，有也好，没有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我只尽我的心在用法师
用法来布施，我是尽心尽力这样的做，我每天完成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就很快乐了。至于将来怎么样，从来没有去想。所以我常常讲啊，啊，生活中怎么办呢？可能我丁丁以后啊，就没有生活中了。中委会管也管不来啊，那么多的上司各跑各的，通通不受管了。中委会丁丁也丁丁了。中委会也丁丁呢，长老呢，那本来就要丁丁的。所谓长老是什么啊？快要入土为安呢、啊，对不对？你称什么长老呢？那长老就是快要入土为安呢、啊，就是长者嘛，年纪很大的，差不多西藏的这个甘丹赤巴。就是选择年纪很大的最有学问的当甘丹赤巴，你知道吗？第100世的甘丹赤巴来过我们西雅图雷藏寺跟我一起做法会，黄教的甘丹赤巴，他达赖班禅甘丹赤巴三个人是打伞的，是有伞盖的，那是长老的张宗的长老，所以甘丹赤巴转世很快，因为他们做不了几年就丁丁。那长老呢？我们这里的长老，只要是称长老的，啊，就是快要丁丁了。我才不当长老。我才不当长老呢，对不对？当这个处长，你的中委会处长权力也很大，处长是不错了，啊，千万不要当长老。你看到哪一个人当长老就知道啊，这个差不多快要入土为安。除非选举有错，选出的长老有错，真的，我不烦恼，生活中在不在，不用烦恼，我是做比喻啦，啊，人家说，哎呀，你走了以后啊，生活中怎么办呢？那你烦恼干什么？本来就没有生活中嘛，是我开始的。才有生活中嘛，对不对？那等到有一天我走了，生活中也没了，也没什么啊。啊，有中委会去管，他们辛苦得很呐、啊，很可怜呐、啊，很同情他、啊，每天开会、啊，真的很可怜呐、啊，很忙哎、欸，你知道吗？真的，先撒一把同情泪。欸、真的是很忙哎、啊，希望哦，当然啦、啊，啊，他们能够把这个传承接下去也可以，不接下去也没关系，从来没有，无所谓，无所得嘛，无所得你还所谓什么？没有什么可以那个有所谓的啦。有人跟我讲。啊，师尊，我不信佛法了。啊，不信佛法，那是你家的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来告诉我干什么？那是你家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只是在行布施，佛法的布施，你信不信由你呀、啊。不过你再怎么不信，你还是信钱呐、啊。对不对？你还是要钱呢、啊？钱有用，在人间钱是有用。真的，你丁丁以后啊，那钱还有什么用？钱没有什么用的，
反而啊，我们烧纸巾有用。至少啊，他的灵魂啊，会带多一点东西。啊，今天呢，跟大家讲这个，虽然好像是在开玩笑，啊，其实是真实语，跟你讲他讲的是实话。啊，我妈你白面红。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明天3月3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彩虹雷战士主持长寿佛护摩法会，讲授维摩诘经，持受长寿佛法灌顶。彩虹雷战士开放的时间是上午11点15分。由于护摩殿空间有限，彩虹雷战士特别在护摩殿两旁租了帐篷给大家入座，还有大家也可以进入彩虹山庄大殿报名处入座。明天请同门在11点半到12点20分护摩殿大门口排队向彩虹雷战士工作人员登记座位，先登记者优先安排护摩殿座位。护摩殿座位登记满后，会安排在护摩殿两旁的帐篷区入座，请主持者在1点半前向主持报名处领取护摩殿座位卡。同时也希望本地的同门谦让给海外的同门，或第一次来的同门优先登记，不便之处敬请大家原谅。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嗯，咕噜莲神西地火，Thank you.
西里吼，红咕噜连声西里吼，红咕噜连声西里吼。西里吽，唵咕噜连声西里吽，唵咕噜连声西里吽，唵咕噜连声西里吽。声西里吽，唵咕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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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西里吽。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佛具部及为佛像开光。
大家起立。做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受。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与会四众弟子。师尊的大家是感谢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同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深吸的火嗡咕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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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吸的火佛已经接受师尊的加持的啊，同门呢，上师法师啊，请你们呢，先在外面哈，先在外面等候啊，不要塞住路口。好，谢谢大家合作。已经加持完的上师法师、教授师同门呢，可以呢，先从啊办公室那边呢，先到外面。好，谢谢。好，请不要塞住通道，谢谢大家的合作。已经接受师恩加持的上师、教授师、法师、各级弘法人员，还有各位同门，请你们呢，从办公室那边出去，不要塞住通道，谢谢大家的合作。已经接受师尊加持的弘法人员及同门，请你们先从办公室那边的门出去外面。好，谢谢。请不要塞住通道，谢谢大家的合作。请大家如果已经接受师尊加持的，请快步的从办公室那边呢，从大门口那边出去。好，谢谢。请不要塞住通道，谢谢大家的合作。
没有接受师尊加持的同门呢，如果呢里面已经很爆满了，大家呢先等候一下，谢谢，也不要拥挤，谢谢。已经接受师尊加持的同门呢，请你们快速的从办公室那边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谢谢大家。有两件黑色的外套在龙边啊，如果有同门呢，你们的外套，两件黑色的外套，如果你们有遗失掉啊，请到司仪台这边来领取，谢谢。黑色的外套，是刚刚的皈依者遗留掉的两件黑色的外套，已经接受师尊加持的同门，请你们快步的从办公室那边出去，谢谢。谢谢，还有呢，龙边的大门口出去，好，谢谢，请不要停留在大殿这边，好，谢谢大家的合作。接受同门啊，师尊的加持的同门呢，请你们呢不要停留在大殿，好，谢谢。接受师尊加持的，请赶快先从大门出去啊！我们呢，让外面的同门呢能够进来，好，谢谢。
的火，唵咕噜连身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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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火。山西的火，脚步哈，跟紧一点哈，谢谢。好，请大家加紧脚步，跟紧一点，谢谢大家的合作。大家加紧脚步，跟紧一点，谢谢。唵咕噜连身悉地火，唵咕噜连身悉地火，唵咕噜连身悉地火，唵咕噜连身悉地火。阿弥陀佛，在天宫炉哈那边呢，围着很多人，大家出入不方便哈，请大家不要阻塞在那里，好，谢谢。好，请大家不要阻塞在天宫炉那边，因为大家出入呢都进出都不方便。好，谢谢大家的合作。的同门呢，请你们呢不要在那边，因为大家同门呢出入很不方便哈，谢谢大家的合作。
深西的红，红不露脸深西的红，红不露脸深西的红，红不露脸深西的深西的红，红不露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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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西的红。请大家跟紧一点，谢谢大家的合作。请大家不要围在天公炉那边，因为呢，同门出入很不方便。谢谢大家的合作。请大家也要记住，不要挡到通道哈。重要的通道呢，大家都要进入出入的哈。请大家不要挡到哈，谢谢你们的合作。请大家跟紧一点哈，谢谢。深西的红，红不露脸深西的红，红不露脸深西的红，红不露脸深西的红。请大家跟紧一点，谢谢。接受师尊加持已经结束了，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师尊，我们一起顶礼感恩师尊，谢谢师尊。红不露脸深西的红，谢谢师尊，师尊明天见。师尊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明天见。请大家要记得要多穿一点哦，在彩虹雷上市呢会比较冷哈，大家要多穿一点哈，穿厚一点哈，不要冷到哈。谢谢，明天见，大家明天见。明天呢是11:20呢，到12:20的时候呢，是在彩虹山庄的在护摩殿大门口那边呢登记座位哈，谢谢。明天天气。